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《轩辕道》的死鬼光，藏在内心的祈愿。哦，这个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北欧妲己队。哦，为什么用这一队来做一个通关的示范？因为这个据说有谜样的这个 bug。哦，我们要测试这个 bug。啊，测试 bug， 所以用了这个队伍。哦，据说那个官方这个关卡资讯上好像有 key 错，所以我用了妲己这个北欧妲己木队，北欧妲己队来做一个通关测试。这个您知道我是平民三到五 combo， 就是要给我出这个五 combo， 就是要故意给我出这个五 combo 狼，他的意思是要让我出技的意思啊，他没有恶意啊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哎，还知道我血转不好，就不让我过了哈。他知道我血少，应该会让我打死其中几只吧哈。不行，手残的现象已经发生了。这个目前是属于手感蛮不好的一个状况。关系哦，我们靠着这个手感不好的状况，把这个逆势哦转过来，一 combo 流哈，这时候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这个出你要的技能哦。记得啊，那个不要天降就好。只要不天降就没事了哈、哦。当然，你可以趁现在绿你要的猪也 OK。不要天降就好了。无视之哦，动作不快，当作没看到就好了。这个我放这个柠檬王就是要来这个搭配我们这个木主。怎么搭配的？就是像我现在这样搭配。好，转的虽然不是很好，但 combo 数应该够了。你看，开了木组居然还只有的大概5 combo 左右，这个攻击力好像有点超过了。哦，第五、第三、四、五还有两关可能要处置一下哦，稍微处置一下。这个基本上我们做个大概2 combo 好不好？2 combo， 我要处技啊，大哥！我要处技啊，终于出来了。停停停停！不要，不要再来了，不要再来了！好样的，考验我的神转珠就对了。好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思考一下。现在是第6关嘛，哈。好，我决定先 K 掉一只哦，目标先 K 掉一只就好，这样才有可能出击啊。K 掉一只。非常漂亮，这个状况现在还是在我们的掌握之内哦。哦，只要一次40%没关系，我们靠着我们平民的3到5 combo 就可以了。哦，当然我是利用这只在出技啊，哦，因为是顺便而已。非常好，三钢宝简直是自寻死路的意思。这是属于一个漂亮的天降，漂亮的天降，就这样把它带走了。
我们的 CD 也跳起来了，这时候就是算是还蛮顺的一个状况。好，哎呀，断心了。靠，这是什么状况？好，非常好，目前是在预计的状况还算蛮顺的哈。这个七钢宝反应哦，基本上它说明写的不清不楚哦，这个我们就不用理会它了哈。它基本上你没有做到七钢宝哈，这个少于或多于七钢宝二以上哦，就等于是钢宝反应的意思啊，哦就是少于二就是被别人两下，多大于二也是被别人两下。但是你大于他的，大于等于七combo以上的话，会对他造成伤害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要属于要一波爆发带走哈，一波爆发哈，这个一波爆发哈，这个一波爆发哈，我看一下哈，因为他如果没带走，我就被他带走了，哎，差点按错。大概一下哈，要这么刚好吗？就真的给我刚好七康宝，好加在我没有太过掉漆哦。哎呀，我想要储气啊，大哥怎么不给储嘞？第十关，下一关又要爆发，基本上有点被残虐的意思。好，我们轻轻打哦，这时候 要控制一个天降哦。基本上我建议是两康宝就好，这种很容易会很容易达成目标的，我们就尽量把它弄开。哦，一样哦，这个做两康宝。这时候储技就要看你的个人技术了哈。不要天降！不要天降！对，不要天降！玩一个游戏一定要玩得这么心惊胆跳啊！这个心脏病不好的建议不要哦，不是叫你不玩，不要玩神魔之塔。不要太激动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我们要做一combo的流，好吧？一combo的流派。好，下一关这个要一波爆发，所以这边我可能。边储机边做个绿珠的动作吧。哦，整地啊！哎呦呀，好可怕！不要天降，不要天降！
哦，像这时候都是要靠自己的哦技巧，稍微去克服一下这个关卡的问题哦。啊，怎么克服？就是类似像我这样。哎，啊，我发现我可能没有心脏病，都要搞出心脏病来。哎，这时候就是最怕天降破坏掉你的那个叠珠啊。奇怪了，都不给我攻击珠呢哦。加有一点刺激，不会掉两个星珠吧？不会吧？哦吼哦吼，这个好刺激啊！嘿，哎呀，我的整地不见了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好，我们要验证我们的这个，哈、哦，来吧，他妈的！哦，他说会封锁妖精，没有错。有妖精队员攻击提升，最好是一个打几个提升的。这是因为我说我是木队啦，一二三四五，基本上五只打去是二七七五六啦。哦，当然我不会做这个示范给大家看的哈、哦，我只是告诉大家哈、哦，我只有放一只妖精哦，基本上血量过一万九，它就已经超过了哦。嗯，怎么办？不爆不行。那还是要爆啊！啊，正说一波爆发带走、哦、一样的这个台词哈、哦。现在康博数看起来是没有很多啦。哦，不过，这个运用一点小小的叠珠哦，后面这个多出来 combo 就是要送他走的哈、哦。这心脏真的要很大哈、哦。这个比较头痛的是这个是 CD1 强化盾，血量180几万，啊170几万。累个了一下，基本上我心脏也跳了一下，好吧，现在就是想办法活下来就对了。多点星珠给我吧。要玩这么刺激吗？看一下哦，四回合，我现在不开不行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再撑一回合，可以再撑一回合。非常好，强化珠没消到，我在干啥？整个就是 GG 的 tempo。 我就是不要 GG， 这样可以一波把他带走，好像你们不该打几不行哦，我看起来是这样，好吧，这时候开打几虽然说可能是个不是明智之举啊、哦、但是我要活下来、哦、这个环境比人强，我们就是，哎、欸，这
个头啊，姐哈，偷换一下，偷多偷打他两下这样。居然没有帮我补血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真的是好样的。每隔一次会放弃攻击，就转身转自身属性嘛，所以应该他这时候是不会打我了哈。非常好，我们运用这个间隔的机会来做个补血的动作。他打14510哦，这个蛮痛的。哦，我有转过来，掉下新珠吧，掉下新珠。好，有种，你有种不掉，没关系，不掉是不是？好，不掉嘛哈。哎、欸，派谁啊？那个牛魔王是转什么？我忘记了，看一下，好像是水，是不是？好，水和心，水和心。不行，这一波我觉得我要忍耐一下，我要一波爆发把他带走。虽然说我可能会被他带走。哎，不对，我们有两回合可以跟他玩。思考一下，250几万，打得过去吗？拼了，好不好？咱们跟他拼了，拼了，拼了。来吧，因为我可以顺便补血啊，主要是这个原因啊。带我细细看啊，啊，再看是乱转一通啊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没转到。哎呀，我在干什么？天降下吧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危险了，危险！哎、欸，死掉了。啊？好、哦，哎、欸，我过了，我过了。谢谢各位，这个以上是这个属于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过关的通关示范。哦，藏在内心的祈愿。以上这个通关给大家参考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